是露出一点那边的皮肤那种这个样子。哇，我自己看会觉得好害羞啊。Hello， 现在这个就是我完整的模样。现在我人在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先讲一下我的蓝楼去脉，因为2月2号到5号我有受邀参加电玩展，我是担任神魔女将 cosplay 的部分。我现在就在制作 cos 服的工作室前面，待会要去开箱我的衣服。那我这次制作衣服呢，是从选角、然后细节讨论、材质挑选都有参与到，所以非常的兴奋。对，我也是第一次 cos 服有就是从头到尾都就参与制作，然后参与讨论，所以呢现在非常期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开箱我们的衣服。这边是我旁边那个屁股开的洞，性感的洞，还有那个中间低胸大低胸，来，哦，展示衣服时间，亲爱的，我们来穿穿，好的，直接速战速决，没错，我来穿一波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要贴在这边，然后把它往上提的，就是因为我穿的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的，所以呢是没有办法穿什么，就是一般的胸罩啊、衣服啦那种都没有办法用这种，就是贴住然后往上贴。不过还是要注意，如果贴太久，其实也是蛮伤身体哦。因为它是胶嘛，基本上呢就是那早上大概7-8点就会贴了，然后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结束，然后我们可能6点拆下来，大概就会直接掉一层皮。对，四天就掉4层皮。是关家不美，神奇的突破之术。一瞬间变一个人，世界惊奇之画面。cos 在外面的时候呢，假发绝对不能掉下来，掉下来就会长这样子。这个发质真的也是超好的，然后呢，这个精致度，五中角的精致度很高，手足。那现在就是这边到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，这两边都要贴很紧的那种胶带把它固定住。然后这边是露出一点那边的皮肤，还有我的大龙角，一、二，掉了。这还要再做加强，因为它的那个粘性不是那么的够。贴在这个样子，我自己看来都觉得好害羞啊。因为我今天大素颜，所以呢，那个到时候化妆的时候就不会长这个样子。今天长得狼狈，我挡一下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衣服现在就只剩下一些要小修的地方，就是上个花边，然后这边要再裁一下尾巴固定的部分。就也需要再弄一下，不然那个尾巴到时候在现场掉下来，真的会非常崩溃。来了，好，来了，我们来出现，来，哦，不会掉了，来，哦，可以耶，他会保护他。啊，现在看起来就一切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到时候衣服再小修就好了。哎，敬请期待2月2号到5号电玩展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我们神魔 cos 试妆。今天呢，我找了我最爱的妆发阿喵来，因为我电玩展那4天呢是没有阿喵的，所以我那4天我会自立自强。看一下这个精致的妆容，这个超级科奇娜，就是眉毛比平常细一点，然后呢桃红色的眼妆，然后呢。那个可以让眼睛发大超级多倍的下眼线，哦耶！然后还有这个微笑唇。那你先换衣服。好，换衣服时间。哇，这样子好帅。让我自己很快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妆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呢，我们的身上穿着越华丽越鲜艳，我们就需要用就是更浓的妆去给它撑起来。现在已经穿好衣服 ，cos 的话就是要让头发让它变成最小体积，才能塞进的发网里面，看起来应该蛮厉害的哈。嗯哼，我要变成宇宙怪人，直接把它撩起来。哇，现在根本就已经差不多了。手吧。戳下去，有。啊，开始拍摄时间。拍。
现在这个就是我完整的模样。这个现场这个布的也是很帅的感觉。哎呦，正在试修一下了。这个蓝色的是我们刚拍出来的毛片，毛片就是什么都还没有修过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调完色的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龙角宴席科奇娜，它是一个全身紫紫的一个角色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那个后期用把颜色调成紫色的，哇，超帅！快看，哇，这个好帅！来，叫出原图，这是原图，然后这个。来，哦，美，来放大一下，不是放大，缩小一下。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个眼睛，哎呦，这个妆真的是很精致，不愧是我喵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继续拍。完了，哦，电玩展怎么办？电玩展是一个废展位。它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撞飞的，所以我当天电玩展的时候呢，大概叫它护住自己尾巴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大型障碍物来了。好，我们拍摄第一轮结束，也是拍了一个小时吧。cos 的拍摄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会先处理好衣服，就衣服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开始就是去研究一下角色的妆容。然后呢，研究好妆容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找场地，然后呢找摄影师，然后跟摄影师沟通一下大概要怎么拍，然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，然后角色是御姐型啊，还是妹妹型，可爱的漂亮的，还是很帅气的这样子。我自己的话主要就是那个眼神神情，那个御姐的神情够拽，对，科奇娜就是拽，很强很强的一个角色，这样够拽的感觉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待会就是继续进行第二次改光，你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是可能会到四个小时左右。cos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，很有热情在 cos 上面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在拍 cos 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背景啊，我们会放，可能会放音乐，就能让我们更快的进入角色的个性。对，所以其实是现场环境也是蛮重要的，就是可以放一些音乐啊，来辅助自己更快的进入角色的感觉，这样子。cos 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虽然说辛苦，但是很开心。对，那我们就继续拍第二轮。哦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成果发表。哇哦，好，不能透露太多啊！结束。啊，我们第二轮拍完了，我眼睛也快睁不开了，好难受。它这个灯十分之强，这个就是这个啊，这个灯真的超强，我闭上眼睛它都可以透过我的眼皮。没拍的时候，挡住；那拍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拍摄就到这边。我们最后以龙爪宴席大姐的走秀来结束今天吧。